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。近日，张纪中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一条为妻子梳头的视频，并高调表白娇妻“爱你从青丝到白发”。视频中，张纪中左手搂着娇妻头发，右手拿梳子梳头，姿势十分熟练。自杜心凌官宣二胎喜讯正式曝光与张纪中婚姻以来，两个人感情就一直备受争议。除了30岁年龄差之外，杜心凌还被质疑贪慕名利，甚至连喊张纪中老爷这一爱称，都被外界吐槽家庭地位低下。总之，两个人的感情就是各种不被看好。面对网络热议，杜心凌曾有过回应，不过在相比之下，张纪中倒是从不理会。但如今张纪中却高调表白娇妻，爱你从青丝到白发，真的是丝毫不惧外界争议啊。而再看张纪中晒出的照片，69岁的他头顶花白头发，弓着背亲为老婆梳头，一手捋发一手梳发，动作缓慢柔和，尽展好男人一面。